本小姐一个利用 AI 制作情感视频账号，小白三分钟就可以上手，不用露脸啊，直播写文案，月入9000以上的一个项目。大家都知道视频号的优势是什么，就是流量大，视频号的流量是背靠微信啊，十几亿的用户，而且视频号的裂变非常强啊，它可以翻向朋友圈，翻向家庭群，可以点赞翻向啊，大家看看。而且视频号的年龄群体一般是30到60岁左右啊，他们可能不会在抖音上买东西，但视频号啊，他可是可以直接买的，因为用可以直接用微信支付，非常好的一个项目。这下载之后整套教程，包括这个项目的介绍、课前准备、项目的实操、变现途径都有详细的讲解，项目资料全部都有提供啊。我们来看这个收益图，也是比较好的啊。如果想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文章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这一个。情感视频号啊，情感视频账号就可以直接下载本次教程了。